站到背后刺去了，他没有了。他就是有要求访民自由。他就要求我们，要求我们访民的合法权益，他没有了呢。他就是给他们理论呢。啊，他就是要跟我们申请证呀，怎么有了呢？那有了谁有了社会治安呢？谁有了嘛？我们驻警办证，是他们自己违法，他们为什么关了我们40多天呢？为什么软禁我们了？他凭什么关呢？他没有权利关，他给我办什么学习班呢？给我办学习班没有学习资料。我还要感谢，我要感谢赵正甲老师救了我。我要去丰台区，公安局去申请，我去讲清楚，他们救我的这是我发的短信，我要他们来救我的。关了我们40多天，我们无可奈何了，没有办法出来，我只有找这些赵正甲老师等一些好心人来救我出去。我要去丰台区公安局去解释清楚这件事情，我要跟赵正甲老师申冤。我是湖南省郴州市郴城县于红，我为我儿子的死因不明来上访的，我被我们驻京办关了40多天，我无可奈何，我发了短信给赵正甲老师，叫赵正甲老师想办法把我救出去。我要感谢新京报记者，要感谢网好心的访民和好心的人帮助了我，包括媒体，包括好正义的有正义所有有正义的人，我去丰台区公安局去申辩，申冤，给赵正甲老师。怎么说？没去过是吧？没去过。